王，金城王妃在哪儿啊？我还以为你是夺我的王位来的，原来你是为了一个女人。为了一个女人，犯得上兴师动众，用几万大军来包围王城吗？你一个人来不就行了吗？ 你以为我为了王位会不把一个女人交给你吗？难怪你跟大将军光明比永远是个二流货色。收起你这套。你别忘了，大将军光明正在秦王的路上。谁说光明会来？我要是知道他会来，你以为我还会有心情坐在这儿跟你这个老家伙斗嘴吗？ 有谁想看看我斗破下穿的什么吗？那就拿起你们的兵器，对准他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哼！你这个小贱人！ 杀了。